件裤子超赞的，对啊，超舒服，外面跟里面是同一个材质，对它，而且它好处就是它是今年很流行的，就是它是不是很热？你是不是下半身开始流汗了？有一种像下面有在洗三温暖的感觉，对，它下面真的超好，而且它最棒的是就是又是小个子适合的，它有缩口，它有缩口，我穿也很好看，它有缩口，然后呢它的话就是缩口的话就不用担心它会有一点点长，因为它不会长到就是裤管会很脏，我的超多裤子的裤管超级脏，你本身很脏吧？不是，不是，然后呢，它的话就是，你们知道那种复古的材质的话，都会有一点点那种绒膜、绒毛，然后是布的，就是绒布毛的材质，它是这个，就是你们看出来它是有一点反光的嘛，很像那个鸡皮，可是它的话是穿起来是软的。可以近看一下你的裤子吗？可以近看。就是你们看得出来吗？它有那个反光，就是它穿起来是那种柔柔的哦。你们知道那种大礼堂不是后面那种红色的大布幕，它就是那种很柔软、很高贵的那种材质。喂，你给他们看就好。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它，大家应该知道。但它真的就是很舒服，而且它的口袋其实很可爱，它口袋里面也是哎、欸。它就是你知道吗？它里面也是真的，超级舒服的，而且它前面这边一样是弹性裤头，看可以拉到这么长，我已经有绑带了。它穿起来，而且它不会显屁股，有点大，这边是4.7的，我觉得口袋蛮浅的，可是它其实不太影响，因为其实人家穿运动裤也不太会有口袋，顶多放个钥匙，你们的。它就是另外再车两块布上去，嗯，而且它的缝线还蛮精致的，就是不会显臀，然后看起来还蛮可爱的。好，我很喜欢。